你。那我们欢迎2013年 Sony Cybershot RX 系列正式登场。首先呢，让我们能看到美丽的 model， 它为我们展示到的呢，就是2013年 Cybershot 的最新产品 RX 版 Mark II。它拥有全新开发的 1.0 型 XMOR CMOS 背照式感光元件，以及呢还拥有 F1.8 的卡尔蔡司镜头，呈现出超高的感光度以及令人赞叹的画质。再加上呢它拥有美丽的散景效果，还可以享受无线影像传输的技术，以及呢可以翻转的萤幕带来的便利性哦。紧接着为大家展示到的呢，就是 RX1R， 它是全球最小型也是最轻巧的数位全片幅相机。透过移除低通滤镜 ，RX1R 的画质表现更加的锐利和细致。同样搭配了卓越的卡尔蔡司镜头，让全片幅相机在影像处理上能够发挥最大的效能，再次突破数位相机的摄影极限。那接下来呢，让我们也欢迎到 RX 系列的另外两个成员 RX 100以及 RX 1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让大家呢一同见证 RX 系列的全系列产品。好了，让我们也邀请到呢我们两位长官呢一同来到舞台前，一起进行合影留念。让我们欢迎欧米桑。